地龙刀怪是成都人指路的一句方言，在巴黎小区地带就有一家开在拐拐处的面馆，拐拐面也由此而来。面面，西安就是喜欢吃面面。面的二八这么大，不好说，好吃。工作半夜。他们那个拐拐面生意好得很啊，每天都是啊。爆满吗？每天都是。原来是15嘛，二的。20，现在20。20多岁的谢斌是这家在此处开了5-6年面馆的老板。我姓谢，我姓谢。考多少？对。一号吧。一号。一号有不得？我嘛，以前13岁至14岁之间嘛，当时读书又不长进，反正又不想读书嘛，出来就在师傅那里洗了一段时间碗，感觉这个活路还可以，所以就慢慢的就学到13年开始在桃园街开了3年过后。